的，我们找到了这个他的一个耳朵，哇，这是一个六面的拼图，哦，那我们一起来找寻下一个，这个是在这边，然后这个有一个灰色的脸，灰色的脸在哪里呢？是这个吗？哦，是的，就是它。哦，把它放在这个格子里会比较好放。然后再来找这一个，答对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我们来找佩佩的头。佩佩的头有戴一个小蓝色帽子，这里有小蓝色帽子吗？没有。这个是小蓝色的帽子吗？好像是哦。我们有找到了。再来要找乔治的黑色帽子，这个是乔治。找到了。接下来，这里是黄色的，那黄色的在哪里呢？是这个吗？他们两个是一样的。好，剩下最后一个就放进去，这样对吗？好像不对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颜色有没有一样。骷髅头帽子，骷髅头。我们完成了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太棒了，我们完成了这个六角拼图。